羊血是指牛科动物山羊或绵羊的血，新鲜的羊血放置一段时间后呈块状，以黑褐色或深褐色为主，表面稍有光泽，并且带有腥味。烹饪羊血之前先焯下水，便可除去一部分的腥味。羊血营养价值很高，除含大量水分外，还有多种蛋白质，主要有血红蛋白、血清白蛋白、血清球蛋白以及少量的纤维蛋白。另外，羊血还含有少量的灵芝、胆固醇等脂类及葡萄无机盐等成分，具有止血、去瘀、解毒以及预防缺铁性贫血的作用。此外，羊血中还含有丰富的铁元素，怀孕初期吃羊血可以帮助孕妇补充铁质。那么，羊血适合哪些食物进行搭配呢？羊血和豆腐搭配可以清热泻火、除烦止咳；羊血和青蒜搭配可以防癌养血、强身健体；羊血和香菜搭配能够去除腥味；羊血和青椒搭配能够缓解疲劳、助消化；羊血和韭菜搭配可以润肠补钙、养肝。那么在生活中，羊血还有哪些常见的做法呢？蒜苗炒羊血、粉汤羊血、羊血炖豆腐、爆炒羊血、尖椒炒羊血等等。